师傅啊，这是做了个香菇的重磅是吧？嗯。哦。我看一下。哦。这是加工那个重磅啊。这是还没有点那个菌种的菌棒，不是它这个木头有啥讲究吧？没得啥讲究，就是松木不要，其他的都要。松木里头有松木。哦，松木不要，其他的木头都要。嗯。我们一般的都是光要那个小香树和青梗树。它这个木头是松木不要，其他的木头都要。哦，松木不能要。嗯。哦，有这说法了。嗯。木头大点，木小。这是做香菇的一个重磅是吧？啊。哦。这个是不是还要给它包装好以后要窝多长时间，有讲究吧？你这是那边那个长了个香菇那个重磅是吧？哦，这还要怎样加工才能会长出菌子来？还要点油嘛？还要点药。嗯、哦，还要点油。点油。点药。哦，不懂了，别问，你不懂。这个要这个东西要放多久才开始点油？点药。可能要点一两个月哟。哦哦，这个装成袋子，现在还不能点，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点。过一两个月，嗯、装成袋子，过一两个月、嗯、再来点药。也就是窝一段时间是吧？哦。哎呀，是这样。哦，看一下人家这种的什么香菇，这是种香菇的。走，我们过去看。哇，香菇，这中间这疙瘩是啥、啊？香菇，这都是香菇。看看你们这香菇是咋种的，看一下这光在吃里都没见这个香菇是咋才种出来的。这是怎么种的？哦，中间这里面这是长到这是菌棒上的，这菌棒是啥做的？木头、嗯、哦，是不是个木头栅栅，木头菌膜是吧？嗯。嘿，这看到才好看的，半天这拔圆了，还有光在吃里不知道这个香菇是咋长出来，咋种的。 哦都是这细气嘛，紧来看啊。哦，天冷了不长了是吧？不是，它有花子摘好嘛，那花子就跟着你种黄瓜一样了，吃了开始黄瓜好，到最后黄瓜都老了，就不行了，晓得吧？他们这个你们这摘了是批发了吗？是卖到这个内面那个市场上去？他们烘干了。烘干做干香菇了哈。嗯。哦，怎么样也好呀。看一下这香菇，看的。多少钱一斤？也买了些了嘛，选的也买，干的也买。看这香菇多好，你看。多少钱一斤？啊？你们这买吧，多少钱一斤？买嘞。多少钱一斤？按照不一样。啊？到底挨着挨着倒嘞，就是说。3块钱一斤。嗯。挨着倒嘛，买点嘛。看到你这。空空的那种。哎。还叫3块。一朵
多的年嘞，好厚，要厚，不像金烟一样哈。不是我嘞。中午今晚去炒点香菇吃。包饺子要的吧？可以，哎，包饺子香菇最好吃。包饺子加点香菇，俺们也经常包。弄点韭菜加点香菇，剁碎了弄的都好吃的很。包饺子加香菇，这是最香的。哇，这香菇还多。看这师傅这是做啥？这个师傅是在给这个菌棒长香菇的个菌棒加水。你看，看到这个香菇啊，从这个生长、加工啊，到这个餐桌上，这还要好多程序了。走。这就是那个烤香菇用的那个木材，你看。你这全凭那个斧头划出来、劈出来的。哎呀，这也累啊！哦。看看看看这，这打对打对的都。哦，这还把粑粑还要浇了，啊，浇了以后是烘干是吧？这啊，我还以为是晒干的，反正这烘干的。晒不干啊？晒这么黑啊？就是。平常要晒干吗？还要夏天要晒晒。哦，夏天才可以。来，这烘干了。这是烘干了的成品，看到吧？看到没有？在哪里呀？在我个机器里头。在这个烘干。你这一年能加工干香菇能加工多少？你这一年打开能加工多少香干香菇？我说几千万块钱。几千万八二斤的一年，可以。香菇你买二三十一斤的，几千万八二斤的，算下来多钱？真的可以。几十万。你这多少斤十香菇能加工一斤干香菇啊？一斤十斤。一斤十斤加工一斤干香菇哈。哦，还可以可以。三条才贵一点。哦。不行。香菇就是我这个烤了的啊。啊。这能看到吧？哎。叫我拍个照片看看。嘿。哎呀，行了。什么叫烤出来？说十斤，十香菇加工一斤干香菇，我就给你们拌一个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十块钱在这个香菇种香菇的产地基地买来点香菇，十块钱的啊，这大概三斤多香菇，买的是三块钱一斤啊。好了，我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